好，我是雨琦，我现在在 Tory Burch Animal House 的店铺里来接受今天的穿搭挑战，选出甜酷女孩必备的三个单品。太简单了吧 ，so easy， come on， 30秒，这件印花感觉非常的 sexy， 是我的风格，感觉很百搭 ，yeah， fashion style。这三双鞋都超爱的好吗？这三双 loafer 鞋都不一样的风格，可爱、帅气、sexy， 该怎么选？我可以都拿走。十秒，那他了。啊，累死了！但我还是选到了三件非常满意的单品。首先呢是这件 Lee Shoulder 的包包，低调，但是呢又非常有设计感，并且。来打开一下，哎呀，等一下，噔噔噔，很能装。OK， 第二件我觉得是每一个女生鞋柜里都必有的一双 loafer 的鞋，乐福鞋，因为是我是 lady super lady， 所以我选择了银色，对，银色女人loafer 鞋。最后一个呢是这双。长靴，因为平时穿搭比如乐福鞋会比较舒适一点的话，那我就稍微有点 fashion 感，比如说配个大衣的时候，长靴是女生的必备，所以最后一件是我们的黑色的这双长靴。好了，大家期待一下我今天的 Tory Burch 甜酷造型吧。这个 Lee Shoulder 包包可以搭配这件马海毛外套，很重工，廓形很酷，加上简单的牛仔裤就很出片，可以斜挎，可以手拿，很百搭，还可以按照不同心情换颜色。这套造型我非常喜欢，是我平时就会混搭的风格。上衣的印花有些迷幻，搭配一条迷你裙增加露肤感。 loafer 可以搭配不同材质不同颜色的短袜，这个造型搭配 loafer 就是甜，现在换上长靴就是酷，甜酷 fit check。我今天的搭配挑战完美成功，我也期待你们的搭配哦。如果给今天的造型打分的话，我要打100分。甜酷 fit check， check。